这个是送的，不过你要买村上隆的系列。哦、对对对，这是送的。对，很可爱。他们也请村上隆有设计了一个娃娃，不过这个在全台湾只有18个专柜有。哇！然后每一个专柜的数量都非常的少。要排队商品。没有，他送的，在这边。群创龙帮他设计的，对，这个量非常的少。Make 他这一次啊，这个睫毛膏组非常便宜哦，他这个才3.2折，哦，原价4000多，现在才1400，也在中零千。对，然后他你看有眼影，有这个睫毛膏，然后最主要是这支睫毛膏，我觉得他很厉害，因为他这边你看打开的时候啊，嗯，它是细的。对，哦，刷下睫毛，它可以就是刷的，刷下，然后我们把它装回去。对，你可以，你看，才从门打开的时候，你看哦，是粗的，是粗的，那这有什么差别？就它的刷头会不一样，所以你可以针对不同的部位去刷。一个比较浓，有没有？啊，刚刚这个刷毛是比较细，对，你就可以分不同的时候刷。有设计专利，对，这个是有专利的，厉害。那因为这个也是他们卖的非常好的，然后他竟然在周年庆可以打到这么便宜的价钱，所以是非常非常的划算。哇，谢谢这个介绍，谢谢。那接下来还有什么也是比五折便宜呢？美食零食就要揪团一起买。要 shopping 啊，或什么吃这种东西是每一天 every day 都要发生的。对，现场呢就直接推过来。哎，而且这种快乐很容易满足，这个是培养人际关系最重要的。团购要揪钱，是，对，谁来推荐？谁来推荐一个？我一定要推荐这个。你先来一个。对。大家看一下这个，我推荐女生最喜欢的，女生最喜欢的甜点。虾米，这价钱便宜到让现场所有人都疯了。你们一看大家就知道很有名的南门市场的，扔到网络去整点抢购啊。它原本一个 set， 它是一组的特价，它一组它原本是499，你们猜它如果是整点特卖要卖到多少？199到五折，到五折多少？神经病！我是真最喜欢的甜点，它除了马卡龙之外，它是造型马卡龙哎，可爱的，我都舍不得吃，对，很好吃。你这是马卡熊，对，是马卡熊，还有马卡。小动物一口吞了，根本就舍不得吃。它吃起来，它是马卡龙的，它就是马卡龙。哦，它是马卡龙达人在这边。马卡龙达人从新庄吃到淡水，不是在那发源，大台北。哇，叫哪一个来呀？鸡的，舍不得吃耶。我要吃小熊啊！你要吃小熊？我要吃小熊，你也来。好可爱。心花怒放。你很喜欢马卡龙？我非常喜欢吃马卡龙。你现在微风楼下每天在排队。对啊，那时候在香港海港城有的时候，我跑去吃了。台湾现在有。我被逼去排微风。你排吗？为了爱。被指使去啊！排到一半，我真的放弃，我就绕跑。真的，可是他，我觉得最重要是他有童趣在里面，超好吃。哎，吃吃看。吃吃。哎。好多，好难吃吗？怎么样？很甜吗？哇塞，那这是名牌的马卡龙吧？哦，好吃对不对？是好吃的，好厉害，都好舍不得吃哦。对啊，吃了吃了。我也要介绍一个马卡龙，可是这真的好可爱哦。购物台也有卖马卡龙吗？也有啊，所有包罗万象，而且我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包装好了。你看它的包装看起来真的就很精致很漂亮。对，然后它里面一盒打开在这个地方，我这边把它先拆开来了，大家可以比较清楚看它的颜色。它一盒打开里面有五个，就是五种不同的口味。哇，你这个是大颗的。老师看到马卡龙就受不了，直接冲去了。对呀，大颗。来，我特别准备了给老师品。谢谢。它一盒就是这样子，那这个也是因为真的。一盒五颗。一盒五颗，那
在外面呢、啊，我知道他们自己有一个观光的工厂，因为他们是自己做的，它一颗是卖90块钱，嗯，所以一盒这样子一盒的话是450块，也是500内。对，也是500以内嘛，它有五颗，每个都有单包装，但是因为在购物台买到的话，总共就是7盒，所以一盒5颗，所以75就是35颗。那猜猜看多少钱？马卡龙达人7盒哦，对，3500，在外面是400，一盒是450嘛。你猜多少钱？你说1100，他3500，我说啊，你这个数学，他是英文老师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要公布答案喽，7盒35颗，990块。对，一盒，对，7盒嘛，1盒5颗嘛，所以是35。那包来拼的嘛？送礼真的很好，好吃吗？好吃啊。对啊，也很好，而且我觉得这个包装看起来。一颗等于差不多30块吧，很便宜。但是你自己如果到他们的门市去买的话，是要90块。哦，3折，对啊，嗯，所以真的看到就马上下手，因为我觉得办公室大家一起在购物，对啊，自己吃或者是送给别人，或者是这样子聊聊天吃，超划算的，嗯，划算哦。对，所以收到是7盒啊，总共7盒这么多。可是我喜欢那个小熊的造型，对，它这个跟造型不一样。哎呦，你这是在哪买的？这个是在乐天买的。哦，也是乐天买的，是吗？搜寻都会看到。哦，哎，乐天刚这个超烫，超厉害的。然后我同时还搜寻到这个，也是乐天买的，好吃吗？乐天也买得到，也买得到，也买得到。对，然后这个呢很厉害，这是欧尼，有没有？哦，它最厉害是因为它用的是高雄县甲仙乡的芋头啊。然后我从小就住在那边，我吃就是我刚吃到的时候我快哭了，因为有家乡的感觉。哦，对，你是南部的孩子。对对对对，它这是甜的还咸的呢？它是甜的，然后它完全没有添加任何的。它里面是什么呢？就是芋头下去做春芋头，你们都吃过吗？扎实的芋头耶，好像馒头。嗯，哎，你是南部的？对啊，贵妇啊，对不对？来一个，好不好？你是南台湾的代表啊！天哪，所以要来台北吃才。那么好吃啊！冰箱之后更好。打手饭，它好像是冰淇淋的感觉，绵密、绵绵滑滑的在嘴巴里面，跟芋头酥不一样。而且它完全没有添加任何的人工调味料，就是很好的芋头下去做，整粒的，对，真的啊。吃哦，而且我觉得它是营养的零食啊。怎么买？怎么买？一样就是网络上订购。嗯，然后它现在呢，就是最感人的是，它这样子是一个 set。哦，还有很现在买一送一，买一送一，这么划算，非常非常的便宜。这是什么 set？ 我看不懂，这里面是什么？这个的话是乳酪蛋糕，乳酪蛋糕一整盒乳酪蛋糕，然后它现在是这样子是一个组合，一个 set， 两个，对，等于是两盘这个的分量，然后两盒这个买一送一，新米头的。哦，它两层哎，对啊，对，上面是细米，上面是细米，而且它不会太甜哎，对啊，它完全不会腻哦。它是布丁吗？它下面是玉米，然后上面是布丁，这个好吃哎，这个怎么买？这特价一样啊，就是它这样是一个 set。对，你一定要买一个 set 才是最划算的，因为买一送一。嗯，买一送一，买一送一。那你说好钱，茉莉好会，400多吧，不到500块。哦，那划算来了，等于说给你一个 set 才200多而已。对啊，对啊，划算。在办公室会很受欢迎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我超会挖宝了。除了这个之外，还要配喝的，对不对？对，都是泡咖啡，但是我找到真正的奶茶，真的奶茶，跟真男人一样是真，真的有假奶茶，因为不是我们常这么真，我们不是常听到说不要常喝奶茶，因为里面是奶精嘛，对啊，用的是奶粉。用的是奶粉，然后这个呢，它原价是500块，可是它整点特卖199。199，整点是什么意思？每个整点就是刚刚整点这样卖，对，宝贝整点。那就是要人家整点在那边排队。我们订到才会有特价。我觉得我要专门派一个人整点一直在那边按，超省。你还付他薪水吗？对呀，是什么乐天是整点就续续按，是不是？没错，对，就一直刷新页面，配合看看。哎，这是我们这个吗？对，一样的，一样的。来来，这个你喝一下。甜点配奶茶绝配。意思是指它的是鲜奶的奶粉，你们都知道。谁要来尝尝？你要你尝啊。我来吗？干杯！干杯！友谊长存。
何？如何如何？哇，好香啊！我是真男奶茶不一样，真奶茶要真男人喝，真的好喝，好哎，真的感觉怎样？不一样，感觉我喝之前对是男孩哦。这想法比较男人哦。而且我感动的是，郑州他们让我们喝热的耶，真的来这边。对，真的，哎，好喝哎！这可是这多少钱呐，啊？这个是原价500块，感觉很浓。然后你整点去抢的话，就是199。哇，都是199，好便宜，整点浓哎，整点199，里面几包？里面几包？它里面有数包，十包199，那我如果整点买，我一包才19块，对，太划算了吧？对。我这杯才19，而且浓淡哎，这个办公室绝对是秒杀，对啊，你看那个19配一颗马卡龙30，所以你的下午茶才49块，哇，好便宜哦 ，CP 值超高的 ，Vivi 来介绍，我要介绍这个节目，你们一看大家就知道很有名的南门市场的，没有错，最脆的肉干，可是我慢车啊。更好，绝对要快车。我最近就发现，就是刚刚 Jess 介绍乐天网站有更好的优惠，像你现场买，可是你到网络去整点抢购啊。它原本一个 set， 它是一组的特价，它一组它原本是499，你们猜它如果是整点特卖，要卖到多少？199，不到五折，不到五折，多少？它原本是499，你们猜它如果是整点特卖，要卖到多少？199，不到五折，不到五折，多少？177。整点177，重点是免运费，它就真的是原厂的这个177。177，太感动了吧！一样的包装，整点一直在那边都划得来，划得来。干脆弄个中盘商在那边都堆我。就是整点去下单，而且这个超行，大家都爱去买的。哎，这在南门市场会排队的。对啊，所以不用旁，直接在网络上办公，我们办公室直接上班族最方便的，网络上直接等。哎，来台北自由行一定要带一包，一定要，因为这个很粗一根的，扎扎实实，真的很扎实的。然后再推荐一个，还有是我们上班族其实好爱吃这个那个起酥三明治哦，因为它有很多口味，三种口味啊。对，我今天带的这个，它有那个什么起司，然后芋泥猪那个肉干肉松，它其实还有很多种口味。然后原本一整条像那边有放一个好大一条的话，一条原本是500块。可是它整点特卖一样，它是属于面包还是蛋糕啊？起酥三明治，很特殊的口味。中间这边是面包，三明治啊，很好吃。中间好像是哇，它口感真不错。哎，不要浪费，我跟你分这一半。而且有三种味道在里面。幸福感，满足啊，很棒，对不对？又有咸又有甜，有 cheese 又有肉松，外面有酥皮。重点是它很大一条，原本要500，我们本来还会舍不得，可是它整点特卖才349。哦，349一盒，对，一整条这么大一条349，而且也是免运费。我们办公室一个小组买一条，对啊，我们就会分着吃啊，很好，对不对？OK 的，这不错，好棒的哦！都是同样一个系统，对，就是特卖。现在上班族超夯的，就是到那网站直接去买。它有没有限制整点的时候一盒不可以？它就整点特卖的，就那个价格。对，那我可不可以整点刚刚介绍那么好吃的全部都抢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这样免运。哦，不错哦。还有谁要来介绍？我因为就是以前在国外念书啊，所以难免会。